这句话第五节哈，是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。我们讲回来这个主题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想一想哦，五秒钟想，我们旁边有没有叫我很辛苦的人？他的软弱，他的情绪，或者他的无能，造成我的有些不方便，或者叫我心里不平衡，有没有？那 OK， 有，牧师，你讲的话，五秒钟我可以想到十个人啊。那 OK， 想了，那下一步怎样？我听了你的道了啊，现在我要为他祷告，然后帮忙他，纠正他，直到他改过来，这样我们都能够合一。No， 因为圣经这么说，怎么说？赐什么？但愿赐忍耐安慰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好听这句话啊！你们能合一，不是因为你的肢体改过来，是因为赐忍耐合一。你抓住基督的话，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得到的那个光照、感动，很奇妙的，超出那个人的软弱的那个安慰能力、忍耐临到你，所以你能够跨越那一点，这样才能把荣耀归给神的。就算那个人不该，那个情况不该，这样改了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妻子的夫妇的关系是最恰当的。夫妇一定有，你们结婚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了还不改的地方，一定有的，这是绝对的。我跟你说，人的这个体质啊，好像与生俱来的，好像有一些东西，当然很多可以改，但是到最后有一些东西是你建筑的时候才改的，就那个时候改。有时候我家庭里面，比如说。我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很不整齐的人啊，你看我写的字你们就知道牧师是多么不整齐嘛，这边写的，所以怪不得以前老师每次骂我，对不对？每次被骂，所以家里也是一乱，这种东西放在这边啊，有时候我们做东西太集中的人是放这边，做完就放这边，吃完放这边，就有时候妻子呢也是每次跟我讲，以前没讲，就是后来他啊还是帮我 clear 这些这种。那有时候妻子她情绪，父母情绪的时候呢，啊，这里讲，我是会，现在已经安静了啊，知道这是情绪。有时候呢，这是没有人的错。如果你要指的话，是每个人的错。如果你要指的话，为什么这个情况这样？哦，为什么一定是孩子，一定是一个问题？但是如果你不要指出的话，这个是其实都是我们有限的人性里面会造成。所以呢，这个忍耐，这个安慰，心里面是。就越过这个东西之后呢，两个人这样相处的时候， 那时候才叫做婚姻的美，婚姻的荣耀。你们听懂吗？这个是婚姻的荣耀，不是那个人改，乃是因为这个东西。我再给你们一个例子啊，你们都知道牧师的右脚啊，我是右脚有受伤，然后我们打球运动的人，你有伤过一只脚的，或者你会发现。你过了一两年之后，你另一只脚也会开始痛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脑是很奇妙的，你的大脑是自动会叫你的另一只脚用多一点力的。你在走路跑步的时候，无形当中你以为你用一样，但是很奇妙，其实你是在另外一只脚在承受另外一只脚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一下子之后，你另一脚酸痛或者膝盖也是会痛的，这个打球的人都会知道的。那么这个情况呢，那我的左脚是不会怪我的右脚的。因为这个是大脑定的，反正因为这个东西，我会发现，哎，人的大脑真的很神奇啊，对不对？很奇妙，它会自动 adjust， 对不对？这个东西，所以你们会知道，当教会有一些人有缺陷，有一些人有软弱的时候，那个的自动会补的，那个的情况啊，是其实主看为美，极美的一个地方，我这边讲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我做牧师十三年，传道人十三年，牧养过这么多教会，我跟你们讲一个实在的话，人的软弱体质是没有这样快改的，这句话你们一定要接受，你们不接受你们不要活在地上。我再讲一遍，人的软弱体质是不容易改的，有时你以为改了，好了，偶尔又来了，有一些情况出现又来了，有一些疑惑之事出现又来了，就是第一你会发现，我就发现第一需要时间，第二
需要众人的带导、扶持、忍耐，是众人一定要有人担当，好像一个人很重，有一个人重些重，哎 ，come on，come on，come on 啊，你帮他拿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帮他拿一点的时候，你也重了，对不对？那 OK， 有时间给他了，也帮他带导了。第三，还有一样东西，还是需要圣灵的介入。如果圣灵还不介入的话，那个的无能软弱还是在的。你会发现，所以很奇妙，最后主权还是神，主权。所以我有十三年也是等等等等等，好像那个主权还是神。这个当中呢，有时候有一点转变，人有一点改善，脾气有点好，对不对？有点上进一点，哎。但是呢，有时候遇到一些挫败又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当中，所以你还是要等圣灵，圣灵有主权。所以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就会明白说，所以我一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我说主啊，这个是很叫人很无可奈何的，我心里面是这样想哎，无可奈何这个字就出来了啊、哦。但是主说这是极美的，主说这是极美的，我的教会就是这样美。所以有劝切，说我来，然后呢，我感动，我兴起坚固的人来补下面的人，然后我下面再想到的就是，哎呀，就对呀、啊，使徒们就是这样嘛。你三年半教导他们，你受难的时候全部离开，你复活了全部疑惑，全部还是这样，一直要等到五旬节圣灵充满，所以门徒才能够前所未有的更新在他们身上。所以还是这个方面，我就明白，荣耀归给神，荣耀归给神。为什么最后荣耀归给神啊？我在帮那个人弹担子，哎，很重哎，怎么最后荣耀归给神？我因为他的缘故，我应该跑的，我一百米能够跑十秒，现在因为他的缘故，我一百米跑十五秒。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？但是呢，就是最后到天上去是得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荣耀归给神，这个就是神要造成的最美的。他的心腹的样子。